好啊，大家好啊 ，TV 嚟到大鱼杂饭古大，今日咧就去到咧啊，2022年嘅11月22号啊，今日系星期二嚟嘅，咁啊个市咧插咗落嚟啊，咁啊个大市成交咧依家上咗1000亿啦，咁啊。稍微反彈翻啲啦，低位個恆指咁啊，依家做緊17410點啦，咁啊跌咗444點，咁由低位計應該彈翻差唔多成8點啦。其實今日咧都係主要係初段啦，係好淡真切為主啦。咁其實臨下晝嘅時候咧，其實個指數咧曾經倒升過嘅，咁後屘咧就下晝翻嚟插翻轉頭啦，係啦咁樣樣。咁啊主力咧當然係3690啦。弱曬雞啊！嚇，只股票好弱喎。即係自從話要啊，經呢個700派送之後咧，咁啊真係係啦，多得你唔少啦。咁啊，預計都係會掟噶啦，即係非洲嘅第二大股啊，南非唔係非洲，都係南非裏邊啊，係啊，都係南非，都係非洲裏邊。咁啊，預咗會掟啦。咁所以咧，其實依家一路反映緊呢一個嘅預期啦，咁樣樣咁。穿曬啲平均線啦，3690。咁而佢係即係率先係比較強嘅一隻股票，咁但係因為呢啲消息咧冇辦法㗎啦，其實。咁啊，琴日都講過啦，即係比較弱勢啦。咁170元係近期阻力啦，咁落翻嚟其實都落翻40元㗎啦，30元。咁個圖嘅形態咧，就似乎咧有機會試翻低啲嘅咁，因為今日嗰支陰足太長啦，係啦。咁如果高收翻就另計啦。如果高收翻就好啲，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長嘅陰足落嚟，仲要係啦，即係掂咗啲嘅，即係做一個微型嘅小圓頂啦，啊，跟住又喺呢一個嘅100天線之後落翻嚟。今日其實算係大成交嘅一隻啦，股份嚟講，咁依家都做緊差唔多成。80多億啊嘅 turnover 啊錢，咁啊真係唔係好靚啊嚇，咁呢個要留意啦。咁另外700就更加啦，相對嚟講就都係一齊跌噶啦。咁不過咧，佢嗰個勢咧就比較強好多，嚇。咁依家咧就喺嗰個嘅平均線上邊咧。就睇下能唔能夠支持到啦，嗰個就係10天線，係啦，咁同埋20天線啊、50天線咧，都微型向上嘅。咁嗱，即係今日咧，其實有個現象嘅，就係呢一個嘅大市咧能夠反彈嗰陣咧，其實主要都係靠700，係啦，佢變咗咧，依家咧就係取代咗之前咧3690嗰個角色啊，啊，就輪到佢係啦。對個後市咧，如果要提供一定嘅支持啊，或者回升嘅時候咧，就要靠佢啦。咁但係今日咧就唔係靠呢啲啊，靠啲咩電信股啦，嚇咁嗰啲咩941啊，嗱，終於有50元樓上啦，係啦，咁啊睇你哋沽唔沽啦，嚇食唔食糊啦。咁啊，另外728啦、762啦咁樣，咁全部咧都唔建議高追噶啦。係。咁基本上都。個市炒得呢啲咧，其實都反映到就係個氣氛咧一般啦。啊，其實之前咧預計咧個港股咧175咧有支持嘅，其實今日稍微穿咗啦，咁去到最低咧17287點，咁啊亦都係咧穿咗琴日個底，亦都係破咗近期我認為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啦，首站就係17500啦，咁亦都咁講啦，補咗。這個的上升裂口就是11月14日和11日之間，11月11日和14日之間的上升裂口補了，那看看20天線、50天線能不能夠提供支持，其實是可以回補了這個裂口之後，如果後市出現陽燭大棍的，那就等於是完成了調整，接著就再上，是的，無後顧之憂嘅都可以當，但係如果再落咧，失守埋即係10月24日呢一個啊，唔係11月4日 ，sorry， 11月10日同埋11月11日呢一個嘅比較大啲嘅介乎，差唔多有成600多點嘅呢個上升裂口，如果
補的話咧就麻煩啦，係啦。咁希望就唔好補啊，簡單啲講。如果唔係咧，就個市就等於已經係升完噶啦。係。係啦，呢一陣嘅反彈完成咗噶啦。咁但係睇落去咧，要逐步睇啦，嚇，好難咁早講定係會唔會補啊？嚇 ，OK。啊，咁但係個今日啲股票咧，大部分都係比較上係借勢落啦。咁都個別都跌得幾。即係4-5% 都狠狠地噶啦，今日係主要係靠啲電信股啊、啲公用股啊呢啲，啊咩3323啊，係啊，咁啊即係390呢啲基本上係股災先會炒嘅啫，講真係咪先？咁啊真係今日唔知係咪災啦，但係佢哋升咗上嚟咯，咁樣係啦，嗯。咁啦，就另外。麻煩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啦，我哋節目嚇，唔該，多謝曬大家支持啦，咁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啦嚇。咁頭先講嗰講嗰個係啦，恆生指數嗰個圖咧，嗱咁計啦，其實由高位計啦，近排18,400都講咗好耐噶啦，即係一路調整咧，都調整咗幾日噶啦，嚇連埋今日啦，即係跌得。昨日啦，今日咧都係跌得比較多嘅，其實咁亦都有個形態咧，就係、是跌得多，咁但係咧低位計咧就有啲反彈啦，略為啊，咁今日亦都係啦，啊咁留意啦，就係、是、今日嘅成交咧，如果即係保持咁嘅狀態速度咧，就應該都會係多過昨日啲嘅，都算係咯，成交大。係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咁啊要留意啦嚇，即係無謂睇得太淡，我都係想強調嗰樣嘢嘅啫。咁但係你話係咪盲目睇好咧？又唔係。咁所以其實咧呢一轉咧都係比較上係拉鋸啦，好淡雙方。係。嚇，咁同埋咧就係、是算係調整格局咯。啊，都係嗰句，我認為即係我對個市嘅睇法都係調整格局啦。暫時都係嗰個睇法係咁，係啦。咁但係有啲弱勢股票咧，其實就好弱勢噶啦，譬如1725呢啲啦嚇，得翻7.几，啲衛星穿埋嗰個嘅5日移周低位啦，嚇覺得衛星跌落地啦，肯定嚇OK。咁就有單嘢咧，可以同大家研究一下嘅。係。咁就係呢一個呢一個咩咧？等陣先啊！好，就是咩咧？就係講緊呢個加大陸有個財聯社有份電報啊，有份通訊咧，就係今日。中午前嗰段時間出嚟嘅，咁咧就話有啲專家咧就有啲睇法啦，就話加快完善呢個契合國企等各類企業持特點嘅估值方法啦，扭轉國企喺資本市場大幅折價嘅趨勢啦，即係意思係話咧，係啦，簡單啲講啦，就係有好多國企股咧，其實佢嗰個嘅估值咧係同依個。他們上市的價格是很大折讓的，簡單一點，譬如說他們那個估值是被低估啊，成這樣，尤其是一直 A 股市場一支舉足輕重的，等一下，我再消化一下，他說呢，即上市公司，尤其是國內的上市公司，要練好內功，進一步強化公眾公司的意識，主動加強投資者關係管理，讓市場更好認識企業的內在價值。咁咧，國企咧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咧，一直係 A 股市場舉足輕重嘅一個力量啦。當前央企上市公司市盈率咧唔足8倍，係近10年以來咧最低水平噶啦。咁顯著低於 A 股總體水平嘅14倍，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啦，即係係啦，同整個市場嚟到計咧就是。凸顯不到那個價值啦，咁樣係啦。
極需完善啊！呢、這個中國特色現代資本市場啊，以更好服務國家戰略啊，加快完善契合各類型企業，特別係國有企業特點嘅估值方法啦、啊，扭轉當前國企喺資本市場大幅折價嘅趨勢啦、啊，就係咁樣啦。咁咧，如果簡單啲講咧，即係你睇翻咧嚇，咁樣計嘅睇法計咧，即係其實個別有啲國企咧，其實我諗你 A 股係有咩玩法啦。咁其實你如果 A 股嗰邊大升，或者係佢重估嘅時候咧，受惠呢一個嘅因素而上升啦，咁呢邊有 AH 股嗰啲咧，都應該係會受惠嘅。啊、的確咧，之前咧2722咧，我唔記得朋友有冇朋友仲記得啦。其實佢哋自己管理層咧，係、啦，都講過一樣嘢嘅，就係類似啲咁嘅嘢啦。再早啲嘅可能已經係。就係呢個咧，喺四月嘅時候咧，即係2722都講過，就是、香港資本市場咧對製造業嘅關注度咧唔及金融、房地產啊，所以造成嘅嗰啲行業啦，造成咧公司嘅股價市值偏低，係啦，咁即係好簡單講啦，啊，咁呢啲股價即係依家估值咁低，依家嗱，譬如攞呢個例子啦，2722，因為我都有睇過呢只股票啦，以往有研究開啦，或者叫做嚇。咁咧，佢而家市值咧5億多，咁你諗下，其實佢上市嘅時候咧就過3啦，依家得翻5毫子啦，5億多市值，咁佢 NAV 咧其實都好大嘅，即係2.5嘅，啊2蚊依家，咁簡單啲講啦，即係你諗下依家市值幾億嘅股票，唔好話國企啊，即係好多啲香即係其他啲咩民企啊、雜不楞嗰啲咁嘅公司啊，其實都已經閒閒地都。就算佢經過調整都好啦，都唔止5億啦。嗱，係咪先？嗱，呢個都4億多啦，呢只咁嘅嘢，所謂多想雲咁啊，插咗落嚟啦。係啊，好插得好。啲新股係啦，冇力頂啊嘛，所以咪唔頂咯。啊，咁啊頂完，跟住就插咗好多，依家得翻5.5最低。插咗60%嘅。係啦，咁簡單啲講啦，其實。即係好多公司咧，幾億市值閒閒地都有一扎。咁你國企咧，你係講緊啲大陸，即係佢哋嗰個規模啊，個生意啊，其實講真，依家啲價咧反映唔到出嚟嘅。咁頭先好似嗰個例子咁啦，2722啲例子咧，那個現價咧咁折讓咁大咁低咧，咁市場又可能。即係睇唔到佢哋嗰個價值所在咧，咁佢哋可能就有一個出路咧，就係、是、私有化咯。嗯。嚇、啊！咁呢啲咧係有可能嘅，加上譬如好似3377呢啲又係啦。係。嚇、啊！即係佢折讓好大啊，同佢 NAV， 咁而佢哋本身公司係大把錢啊。係。嚇、啊！咁計咧，其實係有呢一個方向去取態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如果你覺得佢平啊？假設啊，我唔係叫你買，你覺得佢平，而係又可以擺得到你啲錢嘅話咧，其實可以啊。講起私有化咧，今日都有 news 講起只利福國際完成咗啦，1212啊嘛，通過咗呢個公司私有化，最高去過4.98啦，依家都係高位啦，挨緊。嗯。私有化幾錢啊？佢註銷價5蚊。嗯，咁咪挨緊呢位咯。係啊。所以大家自己即係市場裏邊多啲做下功課啦，係啦，就唔好淨係識得炒8083啊嗰啲啦嚇，就係咁咯。咁係可以有尋寶機會嘅。係。今日只707睇下點先。都係3000。
夾夾翻啲啦個字。咁另外咧就係、啲軍工股咧，其實今日咧全體都表現唔錯，二三五七啦，逆市升緊兩點幾個 percent， 咁我都調整咗浸噶啦，幾日啫，其實講緊都係挨近三個六呢位置啦。咁另外有一隻咧就係咧三一七啦，一路都同大家講過就話要啊得閒留意一下啦咁樣。咁今日咧即係突破咗百蚊個阻力位啦，陽燭上，咁啊亦都有翻啲成交啦，應該今日冇錯啦。過去基本上呢三個月嚟講啊，最大成交今日啦，咁啊個圖已經係向上啦，向上發展啦個股價，咁啊祝大家好運啦。咁另外咧就係一一三八啦，雖然佢唔係軍工。但問題咧，如果當戰爭發生嘅時候咧，咁你負責運油啊、運煤啊、運啲咩金銀銅鐵啊嗰啲咁咧，叫戰略船嚟噶嘛呢啲，咁啊都自然就係軍工一類啦，啊，咁都係即係入於呢個範疇嘅，咁啊係唯一咧就係今日啲晶片股咧就唔升嘅啫，係啦，因為喺我眼中咧。晶片股咧，其實就係軍工股嚟噶啦，依家變咗，咁啊係九百一咧，就係微升，其實好牛鬥，因為插咗落嚟噶嘛。跟住另外一三五七，一三四七，就高位嗰度咧就微跌，咁啊二八七八咧都回咗幾日噶啦，其實講緊係有五六毫子，五毫六嗰度回咗落嚟，係啦。就係咁樣樣啦。跟住另外今日都有啲業績出咗嚟嘅，即係中通快遞2057，係啦，第三季業績咧日利咧就係19億人民幣，按年大升咗咧65% 左右嘅，每股盈利咧就2.39。咁估計就高開，跟住搭翻轉頭，咁啊升翻上嚟就係咁啦，麻麻地喎。一般咯。今日1138靚仔，今日咧係曾經升得上去嘅，但係開始回翻落嚟，反而就1919都升得多啲。佢有回購啊嘛，佢有個回購啊嘛，股東累計用咗呢一個5億幾人民幣增持0.28% 股權啊嘛。所以明顯見到呢只今日升得多。係啊。因為我今朝睇嘅時候咧，係只1138最靚仔嘅，即係航運股嚟講。佢呢個圖係會過10蚊樓上嘅，短線應該有機會。但係咧，阻力位可能係呢個啦，10蚊毫子。其實講緊都係得個幾毫子幅度嘅啫。如果短線向上嘅話，係。嗯。會唔會睇張敬軒啊？可能未必。佢炒股比蝦大鑊喎。係咩？佢自己講噶嘛。我冇睇喎呢個，我唔。你 search 下佢個，佢自己講嘅。係咩？係啊，佢自己講。炒股票嗨大鑊啊嘛！我又冇睇喎，我就係今日見到佢話，唔係即係今日見到有啲新聞鋪話佢個直升機 banner 啊嘛，嗰個演唱會。跟住佢話好在啲廣告費可以幫補下啊嘛。係咩？炒邊只啊？佢都係嗰扎啲大價股啦，唔使諗啦。係嗰啲跌得最傷啫嘛。你仲面不改容？是吧？是吧？我把开工赚的钱都蚀了。哇，今天316都升 4% 的。他說股票和樓市都蝕錢，那你其實說真的啦，很多明星即是賺到錢的，即娛樂圈其實即我經常都說的啦， 有什麼最好賺錢的，香港只有三個行業而已嘛，以往地產、股票和娛樂圈，所以這麼多人都發夢做明星飲解而已嘛。不是，但你要是紅到那個才行。佢有啲唔紅，有啲係唔會紅噶啦。講真，即係唔紅嗰啲咧冇用噶喎。講真係咪先？但係佢會覺得自己會紅噶嘛？哦。
你明唔明啊？發緊夢喎。係啦，佢會覺得自己紅噶嘛？個問題係有好多人會係咁樣睇嘢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咪成日喺個圈度打滾咯？係嘛？半紅不黑咁跟住咧，即係咁人有三衰六旺嘅，咁總會等到啲機會嘅，係咪先？嚇咁啊，可能就即係會擔正某啲。某啲角色啦，即係叫做係咪係啦？咁但係咪叫紅咧？係咪即係揾到真銀咧？呢個佢自己先知啦。咁但係你紅嗰啲咧，即係講緊係以前賣唱片啊、開演唱會啊，其實係咁係咁樣執錢噶嘛。係啦，咁你諗下，如果咁樣講，其實佢哋即係佢哋揾錢嘅方法係咁樣。咁但係佢哋好多咧都係唔識理財。即係理財嗰啲咧，真係好少數嘅。嗰啲係經高人指點啦，當然。係。你明白嗎？好多明星嗰啲咧，嗰時都係一開始都係靠儲錢嘅啫嘛。嚇！即係慢慢儲下儲下。係啊，以前咯。咁但係後屘時代進步，咁有啲人係識得，即係識得打算個原因係因為咩咧？即係身邊有啲人真係幫佢。有啲貴人。係啦，即係真係幫佢，唔係想攞佢著數。即係有啲講真，你即係當你一個明星，靚女明星咁樣，咁有陣時候有啲人討好你即其實係想食你啫，你明白？食你跟住想你依賴佢，咁啊自然佢唔會想你發達啦。係，即係總之係有著數啊。佢等你挨住佢，係咪先？咁佢又唔會教你真真正正，即係幫你脫貧致富嗰啲，佢又唔會教你嘅。但係佢又本身就係嗰種人，即係已經係去到某即係岸邊，即係幾乎上岸噶啦。即係爭在係，如果唔係大浪冚埋嚟，佢唔會死嗰啲。你明唔明白？咁佢其實因為喺岸邊啊嘛，咁你冇大浪咪唔會死咯嚇。咁你有大浪嚟，佢先喺岸邊先死啊嘛。因為佢嗰種可能係未完全上岸嘅，係啦。咁嗰啲人其實就係專係即係諗住可以溝明星啊、名啊，即係咩性啊啲咁樣，係嘛？咁佢唔會教你即係正正啊點樣可以啊，以後唔使做啦啊，諸如此類啊。咁啊，梗係要你依賴佢噶啦。係啦，咁你調翻轉，咁有好多咧就係、是。即係咁樣嘅，其實嚇咁跟住即係打滾幾廿年，其實又係即係財來財去咁樣冇意思咯。咁但係有啲就係真係有人教到佢咯。係投資有係啦，咁跟住你見到佢啊，去到某個階段就唔再喺個圈度啦。咁講真，你嗰做明星即係好過癮咩？係咪先？做唔到好多年嘅啫。啱啱啊！即係人老色衰啊嘛！呢個世界係咪先？有咁多新人加入，係嘛？即係你走唔開噶嘛呢樣嘢，生老病死係咪先？你唔能夠保證你 keep 到最好狀態嘅時候，咁你梗係啊，即係有個機會可以上岸，咁梗係呢啲先最實際啦，揾真銀係咪先？啊，咁你咁講，其實即係你好多其實都係要，即係有啲半途出家啊，做副業啊，或者甚至乎轉埋行啊咁樣，啊咁。講緊即係都唔係話個個成功啦，當然又係咪先？咁我想講嘢好多係因為唔識理財啊，以前咁啊又俾人呃啊成啊啲咁嘅好多啦，即係以前你講緊東方魅力啊嗰啲例子，即係以前都有幾隻明星股噶，揾環球飲食啊、970啊呢啲啊、198啦呢啲，咪以前叫東方魅力咯，都冇撚曬啦。其實呢啲股票係啦。根本上係咁啫嘛，即係好多所謂啲明星，你一講到炒股票，幾乎都係即係唔使諗噶啦嗰啲成績。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啲係應該交俾人去幫你處理咯。係。即係幫你去管理，唔好話處理，管理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多都係咁樣，其實即係譬如據我所知，即係有好多真係有啲即係證券圈嗰啲人咧，其實都係幫某啲明星去炒股票噶，一定有。係你明唔明啊？係咁樣噶，跟住佢收佢哋啲管理費啊，咁樣嚟到去即係賺錢互惠啫嘛。其實嚇，因為佢哋啲財富要管理啊嘛，嚇咁佢又唔會有時間，亦都冇呢啲意識概念知識去做呢啲嘢，咪交俾嗰啲真係專業人士，係啊，即係真係炒開啊嚇，做開基金啊，買股票啊好多。我都識啦，不過我唔會講咁解啫嘛。係啊，咁其實係咁樣咯。咁我覺得佢即係張敬軒呢啲，其實係咯，即係佢基本上就係以往聽開嗰啲藝人嗰啲例子就係咁啦。嚇，係啊。先夾啊，老師夾。
張敬軒開幾場都賺翻幾千萬，其實不是想象中咁多嘅。其實不是賺很多嘅咋，佢自己都可能要揞好多錢出嚟，佢投資嘅乜嘢要？係啊，佢要投資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嗰啲其實你嗰啲咩明星開演唱會係有好多係因為要揾老闆投資，嗯、即係意思係你贊助啊，揾到個金主，佢投資你去開 show， 嗯，跟住咧就賺到咧就對分啊，就佔幾多成啊咁樣嘅。咁所以劉德華嗰次傷咗之後，佢咪突然間啲演唱會半途要取消曬嘅。佢自己都講噶，佢話邊個估到投資劉德華都會輸啫？哦，咁啊，冇人估到噶，估唔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係、是、咁。啊，有冇電視台揾過我拍？有電視台揾過我拍劇咯，冇啊拍嘅，冇話拍戲喎。拍劇啊？係啊。UTV。唔係。View 也都有試過嘅，即係有啲啲但係佢唔係劇咯，係類似啲節目咁樣嗰啲綜藝啊，或者啲乜嘢嗰類啦，係啦。跟住有一幾其他有啲台咧都有拍揾我拍一啲類似節目或者劇咯。嗯，係啦，交俾。但係你正唔正啊？即係你覺得好？你覺得有冇應有冇去做啊？有冇去試啊？冇去啊。點解啊？我有我好似曾經即係唔止一次嘅，曾經有去過嗰啲咩類似面試啊，唔知乜嘢。啊！不過典型都係嗰啲咯，即係你去就要即係簽你做唔知幾多年藝人啊，你唔知乜嘢嗰啲先會被拍咁樣。賣身契咯，等於。係啦，咁所以都冇。千祈唔好去。最好不要等錢洗嗰刻先咁樣搞添，如果唔係嘅話就大鑊。雖然我都有啲 friend 係真係入咗嗰啲台嘅，啊，即係好想紅啊，好想做明星啊咁嗰啲，但係冇乜結果。佢啱啱嗰啲藝員訓練班出嚟，唔止一年定嗰類咯。但係就都有嗰啲咩外援嘅小角色，嚇嚇咯咁樣咯，係啦，就係咁。1787星村250天兩星期。我覺得美金係有機會弱翻啲嘅，係啦，簡單啲講，咁其實應該係有利個股市嘅。如果個美金弱翻嘅話，所以我覺得個市是調整咯，不過今天唔好彩啦，即係跌多咗少少啦，比之前嗰個支持位。咁但係依家收復翻上去又唔係太差，係咯，明顯夾翻上去。係啊，嚇咁可能就比較挫啲係真嘅一個市，波動啲咯嚇。係。咁啊，自己控制住碼，我覺得呢個係首要咯，啊首要啊。係。Johnny 話佢中意睇喎。哦，有炮哥喺度啊嘛。系啦 ，Nancy 话9618京东啊，210蚊有，211蚊有货，点操作好？应唔应该留？211留唔留睇你自己点啫。咁你依家其实讲紧十零蚊到啦，跌咗。咁睇位咯，你自己系啊，基本上比較大啲嘅支持位180蚊嘅，係啊，都係嘅，即係如果係180蚊比較上大啲支持位嚇，190啦，190係啦，嗯，唔使落得咁深啊，其實呢啲位都係支持位嚟嘅，隨時190蚊，係，今日都唔到啦，係啦，190蚊，係，我都認同嘅，波兒講。如果一套一套簽咧就 OK。哦，咁嗰啲梗係啦。係，邊會咁著數？佢最屘要捧紅你係咪先？冇呢個。一定唔會嘅，一定係。你唔可以咁樣諗嘢添。係，所以咪話咯，即係一定冇可能係咁樣簽。即除非你嗰啲咩臨機啊，唔知啲特約啊，咁你就有機會咯，否則都唔會。真係啊！唔好咁樣諗嘢，你太天真啦！如果咁樣諗嘢。等十年都不知道有冇得個女人捱翻嚟噶嘛？捱到邊個都未走，可能就有機會係你咯，係啊。嚇！嗰啲即係叫好聽啲叫守得雲開啦，大器晚成啦，捱到呢一年終於可能問題係好在都有得成，
如果唔係嘅話，咁點咧？有啲都係。係啊，咁冇嗰啲，你會唔會講啊？你做極都你都唔知啦，係咪先？你依家叫大器晚成到嗰啲，你先知啫，係嘛？啊，譬如好似姜浩文嗰啲咁樣，係咪先？嚇、啊！即係如果唔係阿古天樂膚色同你咁一樣咁黑啊，會唔會捧你啊？係嘛？呢樣嘢又唔知嘅，係咪？咁但係問題啊，好在係好在得咯，最後都如果唔係嘅話唔得，咁又點咧？大班人唔得嗰啲，你又冇講咧？係啊，同埋好多定咗格嘅，即係可能你嚟做開 KFC， 跟住就次次都揾你做 KFC。咪咯，冇可能嘅呢個世界，任何嘢，即係我上人生課程都係咁樣嘅，即係前排即係講嗰樣嘢，其實係。好白嘅，即係你任何事你要冒險，嘗試去冒險，但係你又要俾代價，一定㗎啦，係咪先？從來都等價交換。個問題係個代價有幾大咧？啊，值唔值得咧？係啊，咁去衡量呢件事咯，係咪先？即係你唔能夠話一路發夢，會覺得一定得。喂，呢個世界乜嘢叫一定得？以前香港夠為自己一定得啦，屌依家冚家產，係咪先？好多都好有錢嘅咧，入得呢個圈嘅。唔係你如果唔係有錢先好入娛樂圈玩下咯。如果唔係嘅，窮你真係唔好啦，屌真係。消磨下時間啊。係啊，窮你真係唔好啦。窮係會令到好多嘢諗錯嘅。嗯。係咩咩咩？即係個窮人嘅貧窮咧，係限制咗你嘅思維。嗰啲最低工資真係好低啊！你諗下係咪先？不值得咯！我印象中是那些咩一簽咧，即係聽啲 friend 講啦，話咩即係簽即係一某一個額啦，咁跟然後你包可能30個定唔知40個 show 錢嘅，咁可能第41個你先開始有機會有收，唔值得咯！人哋根本上就係好少，人哋嗰啲行業做出嚟嗰種行所謂行規就係要揾你哋笨柒，你哋就要有即係你哋又要有一個咁嘅虛榮。就去中人哋嘅圈套，咁有咩好講咧？係咪先？即係你好聽啲叫各取所需，係咪先？但係唔好聽啲，人哋根本上就係揾你笨柒，係嘛？你除非你拍到啲咩廣告咁，你先有錢收。另一件事啦，啲係咪先？1229今日做咗支旗。嗱係啊，今日嚟只藍藍之源癲咗啊！系，系啊，无端端一棍啊，即系估你点估到啊？估唔到啊！啊，听日会唔会有力冲？下面有孤牙，唔知喎。今日突然间咁大棍。系啊，你睇剩咗几耐？剩咗3-4个月。系咪都大成交？大成交啊！今日所谓大啲，所谓大啲啦，千零万钱啦。系啊，1246点啊！啊、又落翻啲啦，嗱，其實個圖未死噶佢，不過但係炒唔炒唔知啦件事。琴日都係咪琴日啊？升得勁啊嘛，係嘛？係啊，琴日有一棍嘅都。係咯。只拍飲食廣告，我有拍飲食廣告嗎？佢話你想。唔係。他說所以我只拍喎、啊。你有講過咩？我有講過拍飲食廣告咩？冇啊。咪咯。有拍咩飲食廣告？我好似都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咩飲食廣告。另外今日隻香港小輪都回翻曬喎，今朝升成一成，回翻。冇得追啊！呢啲股票彈上去。即係啲長期股東走唔走咁解嘅啫，其實講真係咪先7蚊啊盈起咁樣，跟住嚇7蚊都做咗20000几股，其實呢啲基本上係喺啲即係長揸得嗰啲都係啲阿爺阿伯阿婆嗰啲嚟㗎啦。其實你即係你好人好者點會無端端買只小輪啦？係咪先啊？即係唔通你日日過海係咪啊？翻嚟賭住咁你要啊咁買翻呢只股票咩？唔會啦，係咪先啊？咁佢又主要做地產為主嘅，係咪先？咁即係咁講咯。咁其實呢啲係難得嘅鬆綁機會咯。長線買嗰啲，咁但係你高位都唔係做好多成交啫嘛，係嘛？我去估下啫喎，真係。係只4號仔弱雞咯，即係大彈插完之後，
都冇乜點樣提振升過，係啊，1929又係咯，冇乜力咯，完全係啊，唔靚啊，其實兩隻都冇力彈啊，啲軍工咁好咁好力嘅咧，今日嚇我都即係覺得奇怪，係咪有啲嘢發生咗我哋唔知嘅咧？係咪又係即係啲戰爭上邊嘅事？俄烏嗰啲嘢啊！阿星爺的 IG 你有沒有看的？沒有啊，即是他前排說公開找人嘛，招人嘛，是啊，但我沒有看啊，有什麼有什麼看啊？沒有啊，我都沒有看啊，所以我以為你有看有什麼很搞笑的東西想分享一下。他做這些就很認真的，是啊，大家都沒有想過他這樣招人，好像你猜他不到的，有時候真的即好似食神裏邊啫嘛，俾你我估到嘅，仲得了嘅，係嘛？嗰啲咁樣係咪先？再商言商，唔肯簽長約，啊正常啊。你不要太窮的時候，土等錢西的時候碰到這些環境就行了，我就那句碰到差點就想錯東西，是都是那句而已，對不對？屌你可能視為機會，但你要給一些即是很大的代價，那值不值得呢？即是那樣東西就這樣，對不對？時間換，是不是還有一樣東西，即是你不是給錢大了啦，這個年代說緊誰給不起錢呢？即如果做一件事的話，個個都做的，是不是？你猜誰給不起錢？即都不是只看錢那麼簡單，已經是吧？即有些人就會想是在錢以外再賺著數，是有些人不是的，就是很簡單，你說在商言商嘛，就是講個錢的價值而已，這樣也叫好一點，是吧？咁啊，讓我夾埋其他嘢啊，剩啊，係嘛？即係好似狗咁啊，咁你會唔會搞啊？係咪先？佢冇著數，做咩要咁？即係咁講係嘛？嗯。時代唔同咗噶啦，講真。今天都是比較上是在這位拉鋸啦，17400，即是17500樓下拉鋸，算是這樣了，夾回一點，是啊，又不是很差的，但今天成交已經多過昨天了，昨天即競價之後都只有1102億而已，過了，過了，其實今天 A 股不差的，大哥，是啊，是啊，是隻3690最曳啫，咁700係咯，好翻啲啦，叫做咁388係啦，又叫好翻啲啦 ，OK 係啊。聽日出小米業績啊！唉，唔使睇啦，唔使睇，預咗差。講真，佢好唔好差唔差，我都唔會買呢只股票，係啦。殘啊！即係盡量冇大把股票炒，就我就唔炒佢啦，咁啦。中電同埋港燈出年電費都加價咯，係啊，係咁加啲公用嘢，即係慘。中電咧就加6%，港燈加5.5%。但係兩隻電股，即係2號6號，其實個圖好翻啲噶啦，已經。係啊。今日啲即係呢啲股都好似相對上比較好。好翻好多噶啦，其實。因為第一是你美國嗰個加息嗰度速度減慢翻啲，甚至乎如果有機會到時候減息嘅話，出年啊，係
咁啲傳統公用股嗰、那個即係吸引度又會翻翻嚟嘅，因為都唔知減到幾時。因為你個減息一開始嘅話，又唔知會減幾耐噶嘛。係 會減幾多噶嘛？咁你嗰啲傳統公用股，你照派息，保持翻個息率，大概都係五六厘嘅。咁啲人就會買翻啲公用股啦。到時候收息角度就。哇，五毛半啊，插到去。有啲咁嘅半新股，你話即係一唔對路咧，就即刻咧嘔曬俾你。佢唔想頂啊，根本上個莊已經係。不過今日只五九六又回翻啲咯。五九六係啊，高位好勁噶啦，三個落去到夠曬皮噶啦，梗係要回啦。今日係只雙財莊，兩個三毫八都回翻落嚟啦。係啊，今日見佢本身都升緊嘅。嗯。好多莊都等錢洗，一夜煮急茶。嗯。其實呢個市況咁樣樣，你話好多莊都等錢洗，咁都唔係啲咩嘅秘密嚟嘅啦，即係基本上都知咩事噶啦，係咪先？其實你個別股票睇下咩股票啦，呢個第一嚇咁係咯，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咯。但係你話其實呢一轉主力係炒翻啲大價嘢，其實你話啲細價股嗰啲基本上都。即基本上冇掂過噶啦，其實嚇，即係咁講啊，冇掂好耐啊，係冇掂過啊，其實係啦。咁個別有啲即係我自己買，係會繼續買嗰啲就另計啦。嗰啲即係有多餘錢嘅話，咁嗰啲另計啦。因為我係即係對佢係有即係有啲分析，係有啲分析，我覺得我會睇好咁解啫，係咪先？咁我先至會即係啊有多餘錢就買啲啦咁樣，但係你話基本上其實呢轉真係純粹炒嘅，都係啲大價股啊、啊內房啊科技股啊咁樣啦、啊。其實呢一陣落嚟，主要係3690呢單嘢啦。講真，係影響到少少氣氛，係啊，因為佢而家咁樣插法，屌咁你就算700都費事同你頂啦。有陣時候跟住一齊落，咁啊配合個市整固咁樣，係嘛？反正即係18400個高位落咗嚟，咁依家都差唔多成千點啦。係啱啱啊？其實你話調整呢一個階段調係個市係調整就唔使懷疑噶啦，即係呢個唔使去拗噶啦。但係個原因係乜咧？就各有各睇法啦。咁你話係大陸嗰個嘅防控嗰、那個即係疫情嗰個問題，即係睇你點樣講啦。係啊，我又覺得呢啲 point 即係唔會再點樣有力大令到個市再大插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因為大陸一定係爆緊嘅疫情，係啦，咁我反而覺得即係你港股係睇美金啊嗰啲因素緊要啲咯，個人睇法啦呢啲啊。今日只2068都升得到中旅國際，係啊，呢一扎嗰啲即係啲基建類咯。
啲基建類嗰啲，其實講真的都唔會係呢啲市況炒嘅，即係你股災市況先至間唔中有啲炒作，但係你一定唔可以高追咯。嗯。印尼地震原來。嗯。印尼地震，跟住東邊啊嘛，東邊都會嚟緊地震啦，出年，即係啲台灣啊、日本啊，都係大地震嘅，即係高危地區。有冇話咩月份？哦，咁咪即係出年係木啊嘛，即係水木月份相反嗰啲咪會咯。即係我唔識呢啲。土嗰啲，即係土嘅月份咪會有機會咯。即係木克土啊嘛。係啊，即係咁，即係幾月啦？我唔識。咪大概係年中啦。年中啊。係咯。哇！但係都個別跌幅收窄翻啲喎嚇。就快收市啦，得翻幾分鐘。嗱，今晚個波膽咧，我話阿根廷係4-1。4-1。嗯，墨西哥對波蘭咧就係3-1。丹麥對特尼西亞咧就係2-0或者3-0。啊，就咁啦。全部都買曬波膽。係啊，係啊。琴晚有冇估中誒？冇啊！琴晚咪有伊朗爆冷，咪爆唔到咯。我買我睇伊朗噶嘛，係啊，估不過都我有估伊朗會入咯，有入球，有球一定有嘅，所以我估沙地都會入翻球嘅，係啊，入翻球，嗯，20倍，因為啲賠率太低嘛，係啊，太熱門啦，阿根廷呢啲，係你諗下，你墨西哥係有2.5倍，我覺得佢會贏波蘭咯，贏波蘭啊。但係琴日美國對呢個威爾斯其實能夠和到，係啊和到，即係簡單啲啦。其實賠率反映到我都話啦，大家重温節目啦，可以琴日我話如果美國咁強，冇理由有2.5倍噶嘛。係。記唔記得？記得。咁你而家墨西哥咪又係咁有2.5倍，咁可能和波噶會。買佢咩啊？墨西哥對波蘭係。和波噶可能，但係我就覺得好難講啊，因為墨西哥其實稱先嘅，呢隊波喺。同波蘭嚟比，不過係見賠率都差唔多。係啊，所以未好鬼嘅呢個盤。連續三個全部都係差唔多。2.5倍啦，都係5.3倍。嗯。咁我就會覺得有機會和波。如果和波嘅話，可以買2-2嘅。2-2。係啊，即係墨西哥對波蘭。係啦。咁啊，總之四球啦，呢場波。一係3-1，一係2-2，係啦，我估係咁估啊。三點法國哦。係法國點啊？睇下個盤。睇下先，法國。下邊，係啦，對澳洲啊嘛，我買澳洲。但係同伊朗好似嘅個賠率。係啊，又係10倍。10倍多啲咯，10.5。太夜了，支持不到那麼久。要看完的話都幾花時間。我昨天都只看了英格蘭對伊朗。那早場嘛。是啊。是不是看完然後就睡覺。是這樣的。支撐不到那麼久，如果第二天不用上班可能會支撐一下。嗯。第二天上班都是早點睡。嗯。你不會看完那麼多場？沒有。我只是留意一下咁解啦，冇夜晚冇睇啊，冇睇啊，系啊，我以為琴晚你都有睇添。
就係咁啦。今晚嘅足球嘅啲個人睇法係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啦嚇。OK， 又中下波膽，高唔高賠率啊？小注怡情啊，唔係嗰啲波膽 OK 啊。係咯，波膽更加吸引啲咯。啱啊，嗰個好似有13倍嘅。嗯。嗯，阿西哥我唔知啊，等間睇下。你入去，傾落去。喂，使個對波蘭嗰度，你傾落去啊。係啦，跟住咧你嗱一路落去，係啦，跟住有個係啦呢度。呢個呢個呢個。咁2-2咪有14.5倍咯。係。咁如果係墨西哥贏23倍咯，3-1。嗯，幾好㗎。唔錯。嗯。係咪好少會買半場波膽？唔係好少嘅真係。係咯，多數一場計啊。係啊。有啲人中意嘅，嚇，但我就冇呢個喜好咯。嗯。哇！941都由高位落翻7.5毫子喎，回翻落嚟啊！係啊，回翻啲咯。法國你要睇下幾佢啲有幾個係啦，聲稱係主力嘅受咗傷，咁你睇下佢整體表現點咯。但係澳洲都唔係流噶嘛。嗯。即係澳洲係有能力同你周旋嘅，所以佢呢個組裏邊佢要出線嘅話，佢一定同你搏嘅。係。啊。所以我唔會睇得咁淡咯，澳洲啊。收市，收市啦！1200多億啊，比琴日略為多少少。17439點，跌咗216點，睇埋競價如何啦嚇。今日成交都唔知過唔過1300。應該未必啊。係咯，可能1200未啊。港鐵新列車星期日起在觀塘線投入服務。屌，啲門又冇甩出嚟啦！咩 Q train 啊？屌，啲門冇甩出嚟啊！屌你！有咩特別啊？呢架車？有智能伺服器，方便港鐵收集數據。即係你唔好話香港變咗定乜鬼啊！即係我自己對呢啲嘢一向都冇乜興趣關心嘅。其實調翻轉，即係覺得嚇呢啲咁嘅機構嚇，成日喺度攞緊我哋嘅著數，係咪啊？係啊。嚇！咁你就嚇，我仲即係你話換乜換乜換乜，唉屌唔好咁煩啦，係咪先？你啲服務咪又係咁，係咪啊？冇好服。總之就係你係啦，你唔好搞到唔安全就得啦。真的，我真係冇乜感覺啊。嗯。
同埋佢嗰個講真，有乜可能啊？即係你係個為市民服務嘅一個即係公營機構啦，我當係咪先？係嘛？你嗰啲即係你個交通係市民必須噶嘛？嗯。即係你有乜理由係可以即係有個咩機制每年都可以加價噶？以前即係呢個係冇可能咯。你等於剝削啲人有乜分別咧？係。啊，啱唔啱啊？咁你票務之外，咁你又搞埋地產，咁啲人買呢啲樓有冇咩優惠啊？又冇。冇。係嘛？咁你變咗其實你喺度刮緊啲人嘅錢。是不是嗯。還要是打條道理是不是還要打條道理屌你那條啊駁條自動梯跟住又說哎我們增強了服務跟住、啊、就又要就啊就說啊這個領計啦就說啊所以要加價我屌你老尾心想。其實你可以不換的。是你可以不換的不加產屌你有什麼啱啱啊屌你想想你又要加些什麼啊鐵路嗰啲玻璃幕牆啊，啊驚啲人跳軌喎！屌你，如果你個地方啊係安居樂業啊，有人跳軌啊？啱唔啱啊？哇！屌個個都好撚中意香港嘅、啊，係嘛？哇！即係好有呢個歸屬感嘅對香港嚇、啊，以香港為榮嘅，就生活好好嘅，大家唔會咁多怨氣嘅，我冇咁大壓力嘅，會唔會有人跳軌啊？屌你使你加玻璃幕牆，跟住加我價，點我搭車年年都俾唔少錢？你睇日本嗰啲咁嘅鐵路啊、新幹線啊，有冇年年加價噶？人啲服務有，你啲服務係點啊？嚇你自己屌你尾係嘛？跟住自己整一個啲咩屯馬線啊，又整一個好似個將來變成山手線，我心諗你唔好喺度。我哋喺度攀附啦，山手線，屌你手淫線啊有，屌你，你自己打完飛機未啊？啱唔啱啊？好怪，我覺得即係香港咧呢個地方真係好怪，因為以前咧嚇都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充滿機會啊、奇蹟啊、揾錢嘅機會啊，咁啊冇乜相干，啊冇乜相干，係啦、啊，即係好有商機啊，咁冇乜相干啦、嗯。但係依家又唔撚係嘅時候，又要咁撚怪，你話係咪點撚樣咧？你想究竟啊？啱唔啱啊？睇埋競價啦，仲有分零鐘到啊！三百八，你同個市同步嗰個裂口，咪就係睇下第一個低位嗰個支持位，嗰支陽燭裂口嗰支陽燭低位嘅支持位到唔到咯？啊，同恆指嘅圖都會差唔多。係啊，佢嘅走勢一定唔及700咁靚啊！如果客觀啲嚟講，呢一陣係啦，佢失守咗呢個十天線喎。係啊。穿咗。穿咗嘅，但係唔緊要嘅，佢廿天同五十天係有支持嘅，所以我諗個市可能就算回翻啲都好啦，但係可能佢要係即係。到咗嗰啲平均線支持位之後咧，佢先至會即係先會再彈啦，組織另一次上升攻勢都未定啊。係㗎，好簡單。你以前邊人跳軌嘅火車嗰陣時候？冇啊，邊有呢啲？係嘛？後屘越嚟越多啦啊！咁大家知咩事啦？加完咯，差唔多啊。睇下先，始終都係要收低喺140樓下嘅3690，即係，呼你阿哥，
9300億。係咯，1271億。嗯。跌咗231點，17424點收市。Have a nice day。你都是啊 ，Johnny。好啊，多谢多谢你啊。咁啊，系啦，节目到呢度啦。好啊。咁啊，我哋听日再见，好吧？多谢晒大家，拜拜。拜拜。